接下来我们上了那个大范围叫做化学反应，就是这些东西都要放在化学反应里面。第一个我们要教的是化学式，主要教的是分子式，你要知道分成什么型，然后呢要知道化学反应的现象，然后有几个重要反应需要你会背。这样守恒很简单，但是呢常常会考，知道什么叫原子量，会算原子量、分子量，不跟你讲分子量，然后知道摩尔，知道会算摩尔浓度。然后要懂得怎么样写化学反应方程式，知道均衡系数的意思，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要会做简单的化学计量，这就是我们在讲化学反应你要学会的事情。第一个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化学式跟分子式。化学式呢，就是用元素符号跟一些简单的数字或符号把它凑出来，来表达纯物质组成的东西，这叫做所谓的化学式。化学式有非常多种。那我们国中几乎只教分子式，第一种叫检式，叫实验式，就是所谓的最简单整数比，像葡萄糖。分子式是 C6H12O6， 可是把它的简单整数比就是 CH2O， 这个叫做简单整数比。就是在研究过程中，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没办法了解确实有几个，可是可以知道所谓的整数比例，由这边做个开始出发，这叫实验式。我们国中几乎就只教这个分子式，就是用元素符号跟数目字来表达它所组成的原子的种类跟数目，比如说氯化钠表示有一个氯跟一个钠，氧化铜表示有个铜跟一个氧，这样叫做所谓的分子式，利用元素符号以及数字来表达组成这个纯物质这个化合物里面的原子的种类跟数目，这样叫做分子式。然后嘛，试性式就是把它的特征表达出来，就在有机化合物里面用，把它的特征表达出来。所以乙醇，如果你写分子式写的是 CH6O， 可是你写这样，没人在那写什么，没人在写，就把它写成 CH5OH， 把 OH 它的官能基特别标出来给你看。哦，看到 OH 知道什么东西，它是醇类，它叫醇类，叫做所谓的试性式，表它的特征官能基。我们在有机化合物里面会出现结构式，我都几乎没有教过，只有在讲的时候再带一下给你看，像这样结构式，把它的长相排给你看，这样叫做结构式，这是所谓的化学式的一些种类。那么化分子式的写法呢，就是如果是金属，因为我们上课告诉你说金属不是以分子状态存在，是很多很多的原子凑在一起，所以应该就是用它的最简单，比如说就 AU， 或者是 AUN， N 个 AU， 就 AU， 啊，也要 FB 这样子表达。然后其他的呢，就在旁边注明它有几个，比如说 氦 是单原子分子，只有一个，就写成 氦 H1， 一个就省略不写。比如说氧是双原子分子，就写 O2， 那 2 就代表两个，也代表两个氧原子凑成一个氧分子。比如说巴克球60个碳，就写作 C60， 是有60个碳凑成一个巴克球，一个巴克球的分子，叫做加密写上数目，基本上都是我们在旁边右下角的地方注明数目。然后呢，化合物的时候呢，要就是正跟负要相等，凑在一起，正负价数要一样。那是 Na 正一个正，氯是 Cl 负一个负，是一个正配一个负，所以就一个钠配一个氯就写成氯化钠。比如说氢氧化钙，钙是二正，氢氧根是一负，所以要两个氢氧根才有两个负，才配上一个二正，所以要变成 Ca 刮弧 OH 刮弧二，那个刮弧表示整个 OH 要两个，整个 OH 氢氧根要两个，比如说硫酸氢是一正一，硫酸根是二负，是要两个氢去配一个硫酸根，所以写是 H2SO4， 所以正负价数要一样多，那么这边有所谓的根，就是一个原子团，有带电的原子团，整个表现跟原子一样，整体行动的，那叫做所谓的根。比如说碳酸根、酸根、硫酸根、硝酸根。然后呢，有个根价表，讲义的66有个根价表，就这个根价表。建议你会背，如果你会背，东西你就可以自己凑出来，什么叫做硫酸亚铁啊？什么叫硫酸亚铁？你就会自己凑出来。如果你不背根价表，那么就是课本上
参考书上你看到一个化学式，看一个背影，看一个背影，反正国中出现也不多，就那几个而已，对不对？看一个背影也可以啊，但最好是会背根价表，就是自己知道该怎么用正负价数一样把它凑出来。那么写法呢？通常是金属写在前面，废铜写在后面，所以溴化银写在前面，溴写在后面，叫 NCBR。然后氧化物的氧就写在后面，氧化物的氧写在后面，所以氧化铜 CuO， 好 ，Cu 写前面 ，O 写在后面，写在后面。OK。然后呢，酸呢就是除了醋酸会有这种写法之外，通常把酸根写在后面，氢写在前面。我也看过有人写 HCH3COO 的，我也看过有人这样写，但是很少，大部分都写 CH3COOH， 那就是氢加，所以说氢加硫酸根叫做硫酸，好，氢加硫酸根叫做硫酸 ，OK。然后呢，碳氢氧化物用碳氢氧的顺序写下来，就是它的一些方法、一些规则该怎么写，好。然后中文通常跟英文的名字颠倒，比如说氢氧化钙。英文是 Ca 在前，氢氧根在后，中文就叫做氢氧化钙。通常中英文是颠倒，通常中英文是颠倒。OK， 这是一些常见物质的分子式，看看就好。考试有些不给你，不给你就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水 H2O 非常常见的啊、哦，非常常见的。不然的话，只要稍微复杂点就会告诉你，再不然告诉你就是看一下。能记得就记，不能记得就算。然后这个像后面那几个什么乙烷、丙烷、甲醇、乙酸，这个都是有机化合物里面的，你应该要知道，你应该知道怎么写。就是有关于一些常见物质的分子式，请你要会写分子式，知道分子式怎么写法，英文跟中文都要了解。OK。